刚撞我车子，然后你还跑？不是，因为刚刚那台车，你就承认，你承认，你刚承认，我承认撞我的车子，所以我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我今天没有对你怎么样，我要拍你是因为我要教训一下，我是说你这样子没有道德。他在道歉的时候，他还在笑 ，smiling， 幸好他没有遇到 Michael 哥，因为如果遇到 Michael 哥的话，他就死定了。刚撞我车子，然后你还跑？不是，因为刚刚那台车，你就承认，你承认，你刚承认，我承认撞我的车子，所以我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那你为什么撞我的车子还跑？因为隔壁那台车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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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刚刚没有什么问题。有，我们全部都录下来了。我今天没有对你怎么样，我要拍你是因为我要教训一下。我说你这样子没有道德的。我说这样子，你有道歉我就好。大家刚刚看到这些画面，就是刚刚的时候发生的。那我选择不报警，因为我觉得我的 Alpha。Toyota Alphard, it wasn't that bad. 我在追踪他的时候呢，他还闯红灯，最后是因为另外一边的红灯，我们按喇叭，他才停下来。然后你知道更靠背的事是，他在道歉的时候，他还在笑 ，smiling， 在路上 ，anything can happen。那如果真的遇到了意外，我觉得一定要停下来报警会比较好。但是因为这是我自己的选择 ，it wasn't a huge deal。所以如果是你们，告诉我你们会怎么做？幸好他没有遇到 Michael 哥，因为如果遇到 Michael 哥的话，他就死定了。